掉的意义，就是地，建筑让我们最想，一切佛像让我们最想学东西。对啊，然后摔摔，然后算是一个强大的心理的好位置的方式。对啊，这个碰到上位。对，想到那个法龙就是坚持不下去，就是需要。对啊，因为摔这样不够困难。全都是东西坐下来的，很多心思都能做。对。Thank you.
应该。